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。程毅是九十小生里演技很好的一位演员，而且他的古装剧打戏很好看，动作行云流水，而且力度很赞。他目前正在拍摄武侠剧《英雄志》，还有一部已经杀青的《莲花楼》，看来可以尽情欣赏程毅帅帅的打戏了。《英雄志》开拍之后，有不少程毅的饭拍图，已经看到好几套造型了。古装剧必不可少的毛领造型终于也来了。程毅穿的是一套浅蓝色搭配白色的毛领，雪中撑伞的画面很有氛围感。他饰演的男主卢云是文武双全的儒侠，身体应该很好吧，所以穿的毛领不是很厚的样子，从背后看全身更能感受到程毅的身材很瘦，仪态也很好，把这件衣服完全撑起来了。虽然也是武侠题材的古装，但和莲花楼就是完全两种感觉，这就是演员的可塑性吧。还有更清晰的正面，脸很小很帅，没有多余的刘海遮挡，真好看。程毅就适合这样的发型，头上的发带适合衣服配套的蓝色，还有木发簪。还看到了高鑫的路透，他演过《情深深雨蒙蒙》中的尔豪，《琅琊榜》里的太子，是一位演技很好的老戏骨。程毅工作室发的开机物料里面有一个新的造型，是戴住帽子的书生造型，正在恩静写字。卢云是御赐状元，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男主。破烂乞丐，这套据说是卢云的乞丐造型，穿得这么破破烂烂，怎么感觉是这几套造型里最好看的呢？凌乱的发丝给程毅增添了几分帅气，衣服满是破洞反而更衬托出他的帅气。这么好看的乞丐看到了还不立马捡回家。卢云的人生也是经历了大起大落，但肯定没有李莲花那么惨，看上去明显身体好多了。这部《英雄志》展现的更多是江湖群像的精彩。程毅的两部待播古装剧都是武侠题材的，一部探案美强惨的《莲花楼》，一部荡气回肠的历史武侠。喜欢看古装剧的粉丝这下有福了，《莲花楼》估计在2023年下半年可以播出，《英雄志》应该是在2024年上半年。古装美男程毅最新《英雄志》路透，打开古偶审美新世界。当红人气小生程毅新戏《英雄志》正在热拍中，一组他的剧透照引发全网热议。照片里的程毅一身古装玉树临风，仪表堂堂，直接是让人看得挪不开眼睛的程度。路透里的程毅给人感觉书生气十足，眼神太有戏了，有直击人心的魅力，不愧是演技派偶像，确实有一定的实力。32岁的程毅很有个人魅力，玉冠束发，眉清目朗，给足了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感，让整个人都散发住迷人气息，氛围感直接拉满，画面更具有张力，内娱顶流的气场就是超凡脱俗啊，怪不得女粉丝们否难以抵抗。不得不说程毅很有辨识度，这次他妆造真是绝了，从妆面上看清新淡雅，英俊的五官，绝美的侧颜，有助让人一眼沦陷的美貌，由内而外所彰显出来非同凡响的底蕴，骨子里的灵动相当吸引人，难怪网友都在夸赞他呢。这组照片中程毅把氛围感拿捏得恰到好处，整个人很有成熟味道，可塑性太强了，又酷又帅，简直就是小说男主本人。果然人帅什么都能完美驾驭，颜值是其次，演技才是王道，把好角色演好才是最重要，可说是内娱少有的优质青年演员。现在的程毅可以说是古偶界数一数二的大男主了，无论是演技还是资源都有大幅提升，正在迈向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。人品好，没黑料，是一位真心不错艺人，值得粉丝喜爱。最后再次提醒大家要多多关注支持程毅后续新作品，尤其是这部正在拍摄的大男主剧《英雄志》。那么大家对此还有什么看法吗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